今届嘅歌唱比赛共分咗四场，而参加嘅队伍就有36队，参加嘅学生有超过1800人。首两场系中学组嘅赛事，今届中学组喺选歌方面有好大嘅突破，曲目上面做咗好多元化嘅选择，部分学校选择咗无伴奏嘅作品，甚至难度比较高嘅作品。而在演绎上面，大部分都达到了要求，值得鼓励。接下来就带大家看看赛前的直击访问。我对女生合唱音乐的了解呢，是在于我知道女孩子在变声时期会有很多音色上的困难，还有对于她们身体构造这方面我必须要做很多的功课，所以我在挑选曲目的时候，我会尽量选择声部可以有多一点的变化，还有就是在旋律上可以让她们做很多不同音色层次的效果。我觉得第一首歌 Kelly 她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是低音部分的，它有一部分就是一个八度来的，是低一个八度，那就这部分是最难的。帶住男隊咧，就有一個難度咧，就個高音就比較少。咁今次咧就我哋做咗一個挑戰，就將一年級就初一嗰度未變聲嘅嗰啲同學咧，就係、是、唱女聲嘅嗰 part 嘅。咁世界上邊咧都有好多優秀嘅團隊咧，係以童聲去代替女聲。特別是咧，就英國嗰邊就有幾家嘅嗰啲教堂嘅合唱團咧，都係用而且出嚟嘅效果咧非常之好。咁所以我哋做一個嘗試咯。咁但係咧，都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喎。因為佢哋處於變聲時期啊。如果佢一變咗聲嘅話咧，咁佢就唔唱到啦。其實我覺得第二首歌曲係比較困難嘅，因為第二首歌曲好多新同學都係用一啲比較即假音的部分去唱咧，同我以前唱咁多年其實是有很大分別的，跟住要同我哋咁多老團員一起嘅四聲部做呢個磨合咧，係需要一啲時間嘅，呢個係比較困難嘅。
整体来说，很不错啊，特别是在音色、声音方面，我觉得改变很大的，音色方面很好，啊，另外就是表现力，整个要增加了很多。那么中学组当然就是我们强调的东西，除了音准和这个声音以外，我们更强调的中学组唱歌要有表现力，因为音乐到了这个阶段了以后，就是不光是说音准呢，把声音发好。就是要表现，就你唱歌要把歌的内容表现出来。